睡了一觉，它就开花了，真是太好看了。今天的天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一定要出来户外活动一下下。他们在一个大草坪上等着我。这个勺要不能不能用？我没有带那种勺。我再拍一下。在它运转的还颗粒比较大的时候会费力一点，然后你会听到它的沙粒会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表示它马上就要磨好了。所以呢，最好的品鉴的咖啡呢，一定是好的豆子加上。当时喝的时候才现磨出来的粉是最好的。酒，它会尽量描述的口味会贴近于日常能够吃到的食物香料或者是什么植物。二十四小时多翻啊，代表你未来会有。这个水要加到多少度呀？这边你过来看。看我这边有一定要到这个刻度。我冲的是一个两人份的，还要进去呢，要用水平的视角看过去。但是有风，它会加热会比较慢，因为它的火苗是比较熟悉的。是等水热了再开始煮咖啡是吗？尾香是有味。好，我们这个水已经开了哦。哇，准备就这个挂挂也，这个是一系列的。等会我一坐这儿就变成一个。哎呦，真的是那天养了好。这款就是超级的，可以巧克力过来闻，这不就是在我的湿香第一步我们涂的吗？是不是？那它的搅拌方式呢？很湿巧跟可可，它
特别明显的皮肤，它的搅拌方式呢，跟之前差不多，但是它会比之前稍微麻烦，就是它一定要往下压，因为它这个烘焙之深，它就容易往上。往下压什么东西、啊、粉，咖啡粉、哦、因为咖啡粉磨完了以后是浮在上面的，它需要这个搅拌的功能让它更多的浸透进去下沉下去，不然你如果不搅拌它就是一直在浮在上面，然后慢慢慢慢下去、嗯、好了，我们的咖啡液体马上就下来了，哇、哦、不行，这个袋子待会给你们看一个很漂亮的小山鸟。好，可以准备冰块喽，别喝喽。冰块怎么弄？我会干。冰块怎么弄？看这个小山包就很漂亮，哦、对不对？哦，拍个小山包的特写，就是这个就很漂亮。它这个曝光度高。对，我上次尝试了，基本上是平的，所以丽丽老师就是说要多练。嗯。什么屎？这是也是珍珠吗？它不规则的。但是对，它是巴洛克珍珠。为什么没给我带一个呢？现在吸了什么墨水呀、啊？那个红色的就是，你可以试试。你也准备买红色？我准备有了。啊，现在有了吗？嗯，这不是九代是吧？嗯，这个粗的是九代，就是旧款的，更重更粗。这个是 F 吗？这个也是 F。好的，来，快点，接住，很冷，再加热点。好的，好的，对对对，这个杯装的，那这个就没有。就会这个都会有那种机械感，生涩特别多，卡住了。但它到这个层面就可以了。啊，别叫我老师。如果我们两个其实就见过。来，彤彤来吃蛋糕了。哎，刚好先给小朋友。老师，我吃不下了，宝宝。我给我们那个谁，亲爱的留一块。给谁啊？他在忙于工作。他对甜食一般，我帮你回答。
还是什么类型的东西？就是鸭什么？中饭是不是鸭血？鸭血。要不撒一下孜然看看，但我觉得还要加点油吧，要不然你做什么都很难吃。对啊，所以你放点油吧。没事。这么少，我那个五块钱三串，不行，赔本了，赔本了，赔本了，涨价了，10块钱三串，辣椒面太好了，可以，还有辣椒面啊，湖南人爱吃的辣椒面，还有辣椒面。好吧，第二波来了，五香味的了，我给你。小心烫哦。可以，好吃吗？真的好吃，真的。来来，问一下，我可以优雅一点，好香啊！可以啊，优雅。来吃一口，他们的面包这样子的，哎，自制啊，这次，干杯。明明你叫吧，我来拍拍你呀、啊！哇塞，镜头里好漂亮呀！没事，你叫吧。打我们招牌，我们要靠接住来赚钱的。接住，转个圈，停啊！圈，转一个小手照一下。因为我老是看到我们的外卖，什么国际的。